弥陀佛。接下来就是，我们这边就是讲的修行的时候，就是前戏的部分、正戏的部分、结尾的部分，三种是不能没有、不能断掉的。前戏的部分的时候，就是皈依法行、皈依三宝法行。那正戏的部分呢，各个在就是学习佛法的时候呢，就是每一天的这个正信的要讲义的重点是那个法门是什么，对不对？那每天都不一样嘛，对不对？那最后的时候呢，那就是所做的这种的一个功德回向给有情的众生，做个回向，这是就是平常我们修行或者是学佛法、思维佛法都要需要做的，那是非常的功德大，非常功德大。因为我们就是它变成一个皈依发心变成一个我们的人头，比如说人头人来说，那正气的部分我们的变成一个这个身体嘛，对不对？那就是结纹的部分变成一个我们的脚步的一样，对，没有这个脚步的话没办法抵达目的的地嘛，对不对？所以呢，你既然皈依发心很好，正心的部分做得很圆满，但是你没有做到回向的话，那这个功德怎么成熟呢？没办法的，对。做一个把这种那个你所做的那个前行的部分跟正心的部分，最后把这个功德那回向给有情的众生、家亲友、家人、父母亲，然后呢，就是冤亲债主，那就是有情的下三道跟上三道的六道的众生，就是无差别的回向给他们，那就是变成这个功德是非常大的，是非常我们平常比较重要。那再来就是，你们早上平常都自己家里有供佛吧，供佛烧香，然后供水，这样的时候也先做个七支供养比较重要。对，皈依先念诵皈依发心，再做这个念诵这个七支供养，你们背起来比较重要的。那个七支供养里面是包括什么都有，包括的非常非常功德大的。对，七支供养，做个七支供养，做最后那个七支供养大概就是需要五分钟、十分钟就可以了。对，是那个七支的供养，按照就是那个你们念这个七支供养的文字的时候，按照心里面要这样观想，这样呢，就是先要礼佛，然后呢就是。再来就是皈依，再来就是供养，再来就是忏悔，再来是随喜，不是那个请转法轮嘛，然后呢就请佛住持请转法轮，然后呢就是回想这个功德，对不对？最后就是这样，这个非常这个功德，这种的功德非常大的。好，然后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这种的一个动机，这种的信心，三种的信心就是非常重要，对三宝的信心，就是承认在所做的现实的遇到的痛苦跟快乐都是一个前世的所造作的业力的关心，所以就是没办法。对呀，最主要是我现世要停止行善比较重要，这样的呢就是这样的承认，然后呢承担这个痛苦，对，就是这样。然后呢向往的信心是什么？看到这个看到三宝的这个功德，看到就是佛陀的这个功德，
看到圣众的八大菩萨，然后他们的功德，看到成就的一些登地的菩萨们的功德，就是像这种的一个，他们像这种的他们的功德，或者是他们的一个不公的一个神通跟智慧，这种的一个成就的这种的一个果位，那我也像什么时候这样能够得到这他像他们一样的这个一个变成什么样他们一样的这个功德，就是我一定要想得到他们这样的一个像他们一样的这种功德，我也要，就是像这样的来尊敬这个三宝来就是尊重信心的，他们也是从今就是学佛法修佛法是为佛法的，就是成长，他们从初学开始不是这样的，对，他们初学的时候像我们一样的凡夫，那他们也是曾经初期他们发了菩提心，中期然后就是三大阿僧祇，那就是在就是修持佛法，那最后就是达到了这个就是成就的果位嘛。所以呢像这样的一个我能够什么时候得到，就是我要怎么样去修持佛法，怎么样去学习佛法，这样的这叫向往的信心，对不对，向上师，像这个的就是自己的上师，看到自己的上师的跟普通的人不一样的能力巧妙智慧神通等等嘛，对不对，这都是他前世上师前世所做的功德嘛，对不对，他不是一个路上马上捡到的，那他不是欺骗人的，就是像这个斗争像现在那个斗政治一样的，是不是说来说就说了说谎子，不是这样的得到的，他的神通佛陀的神通菩萨的神通没，像现在我们这边政府啊斗来斗去是不是不是这样得到的，他们的功德所做的功德是他们自己就是停恶行善来得到的，所以呢就是这就是他们的前世所做的这个功德，所以就是这样呢，像我也要像他们一样的，如果你要想得到他们一样的具备这种这个殊胜的功德，你要像他们一样的佛陀一样的成佛的话，那你要像他们如法他们一样的，他们初学的时候初期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发菩提心发达菩提心，中期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去修这个修道，那最后什么样子达到这个三藐三菩提的果位，这就是有因才有果，没有因就没有果嘛，对不对，所以就是我们也如同他们一样的呢，就是像学他们的，对，就是我们也就是像怎么样的学佛法，就是说我也想得到这样的，像就是心里需要个这样的感觉，我们心里就是有些人的感觉可能有这样，反正就是这生当中过得快快乐乐就好了，就不需要成佛吧，应该是就是此生过得好，有吃有穿有住，就这样就可以了，就是那下一辈子我们的来世那我都不理解，就我也不管那么多了，反正变成什么样子就是这样，这是太可怕的，这对啊，像这样的话这样的话因为他的愚痴的太笨的关系，对，所以呢现实当中就是这样的一个遇到这个珍贵的一个我们的十八种的下马人生，就是非常非常非常难遇的，百见万见难遭遇这种的，真的了，对，现在这个时代里面就是这种那个正法，释迦牟尼佛的正法是就是千佛才传一次，一千个佛才传一次这个密法的金刚乘的法，对，前景，对，
现在释迦牟尼佛是第四个，对，这个释迦牟尼佛，法就是没有的时候灭的时候，再来弥勒佛的未来的，他没有这个金刚乘，没有这个灭乘，对啊，他就是，方式就是一个进一步的方式了，对、啊，论的，对啊，还要等一千佛才有这样的，才有这么，那他有什么？现在是我们依靠我们自己有能力，自己有精进，可以一生当中可以成佛，因为这个正法上的释迦牟尼佛所讲的这种这个方便的法非常多，加持力非常多的关系。那再来就是弥勒佛的这个未来的我们的佛的这个正法上没有这样的方便，一生当中没办法成佛。那弥勒菩萨未来就传什么？他是传这个慈悲性的，慈性与悲性的都是这样的，对，大家都互相帮助的。对，弥勒就是想吧，叫我想吧嘛，对不对？叫我想吧是，我们藏族是想吧是慈心，慈想吧就是慈心的意思，对，叫我想吧是尊重，慈心佛，对，他就是传的法，所有传的法都是慈心的，没有什么其他的，对啊，那就是比如说你。背那个很多的一个东西背不动，对不对？你很累，他看到你，哦，我帮你帮忙，来，他会帮到你，把你送到那边。有人又帮他吧，就是他就是教这些，传这些法，要互相帮助，帮助他，这样的一个对。那现实当中呢，就是现实有这个，金刚乘的教法里面，或者是。中观论的就是教法里面都观这个22种的这个空无，对不对？空无来成就断除我们的我执，来成就这个就是要成就这个证悟嘛，对不对？那金刚乘里面也讲的这个升起次第跟圆满次第来成就这个断除我们的我执，那就是成就这个无我的证悟，是不是？所以呢，这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不共的法门，对，不共的法门。那中观的这个中观的道里面就是22种的这个中观的可以有，或者是有这个中观里面最重点就是有他空跟自空嘛，对不对？分成两种的自空跟他空，这两种反正就是这种的释迦牟尼佛讲的里面讲的非常非常的就是不共的一个金刚乘的法门里面就讲到这些来成就这个佛的果位。那再来我们就是弥勒日巴的话，他就是传这个慈心与悲心的。我们的白教的上师啊，都是说先大家心，大家要身要放松，然后再来心要放松，每次都有这样讲。这是他们为什么？因为是我们初学不懂，就是因为打坐需要一个什么样子的，非常非常这样的这样的。然后呢，气也就是，不呼吸的这样子，一直什么都不想，这样的话会疯掉的，对，真的很疯掉。然后而且越来越会逃离，都不想做的这样，对对对，每次都越来越逃离这样的。那这个新的打坐的休息的一个感觉，有个 feeling 嘛 ，feeling， 就是英文叫 feeling。对，这个不会来的。你心里对身体就是放松，再来就是慢慢的培养你的这个心的时候，然后就真的有一个越做越有一个心里的感受得到一个快乐的身心的，对，心里面有个感受到快乐，对，这个
这个时候你一定有打坐的对的标准的，然后但是呢这种的心理念又不可以是产生执着的，那样产生执着那也是一个会影响到你的心智。对，老师所谓的执着是什么？就是说哦我现在打坐的很好应该是这样的，然后呢这个这种的感受我永远都一定要就是要很长久的想要这种的感觉感受的。对，你这样的有想万念的话，那就已经你执着了嘛，这就是你打坐的时候什么都万念什么都产生都不要理它，主要是你要抓住重点，就是抓住你专一的这个你的这个专一的心，就是不要放弃专一的这个事情，就是像一个抓到了一个什么抓到了一个抓到了一个一样。对，那个你一定要继续不要放来放去的。对，然后你那外在的那个显现的会非常非常就是刹那当中非常非常显现很非常多嘛，现的时候当初你刹那当中你就是要直觉得到。对，然后就你就是直觉得到这是一个外现，然后呢直觉得您现在就是需要的是专注，这样专注的话那心就没办法拉到外面去了。平常有习惯的话那就五分钟不算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吧，那习惯的你习惯的时候十分那就是半个小时，这样的以后就你习惯的时候这你就做得下去，那你就是不习惯刚开始的时候啊，那你五分钟都有困难了，对不对？这是我们先要就是忍耐一下，自己要靠自己的经济嘛，经济要需要经济需要努力嘛，对不对？修行不简单嘛，不简单，然后就没有精进的话什么都不成功的，需要精进，做一个任何的一个事情都要精进嘛，对不对？做一个什么我们在此生的现实的需要都要精进嘛，上班的时候需要也要精进，精进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要做一个世间的法出世间的法每个法都要需要精进，专业的重点是什么样子，这个就是，然后你中间就什么样子的状态状况，这个中间章我们之前可以讨论，对，就是讨论了要可以改，对，然后呢就是所有产生的念头都就说来说就是搞不完的，那些产生的妄念都你不用理他的。初学比如说一定要应该是七字做法比较重要，初学的话那以后就你真正的这个修行的习惯的时候啊，你就不用七字做法也是一个可以来得及的，可以专业的下来的。对，现在初学的话我们尽量要这样尽量，对，因为我们的这个筋嘛，筋中脉，然后呢这边有五个气嘛，对不对？五种的气，那通为了就是通到这个中脉中央的中脉，然后呢能够心平静下来安静安定，才那个我们的气大部分都通到这个中央的脉的时候，那我们的心才能有控制的下来，然后就才能有能够有平静的下来。对，然后呢对，那我们的气都没有通在这个中央的脉，通到这个左右的脉的话，那通到这边就是大概妄念就是这样产生的，我们的妄念也是要依靠气的，知道吗？我们的妄念怎么样产生的，您的这个贪嗔痴嘛都是一个您的气，您的气通到这个所有的这边的
那就你产生很多的观念。有时候气泡上升的时候，那你心里非常非常什么，做这个也不行，做那个也不行，不像一个你自己也控制不下来，不像你自己以前的那个样子的人。所以呢，那个时候你的气已经通到上半身了，通到那边，没有通在这个中央里面。对，有时候气会向下，就下巴身，大部分都下巴身。对，那个时候你有身体全身都不想动，什么什么，其实被懒惰，什么什么都变成这样的了。对，有时候你很生气，什么脾气很乖乖的，那就是你的气大部分通在这个里面吧，这个里面，这个说，这个都是五毒的，这个通的这边都是产生五毒的那个气嘛。那这边的时候还好，就是有时候有些发小一些慈悲心啊，想做一点布施，帮忙一些路边的一个乞丐的时候，想给他一点钱。那时候你的气应该通到这边，这边的手里。对，那这边最好，像这边的话，那你心的控制、妄念什么产生都会平静下来的。对，就是这样的。我们依靠气，什么都依靠气的。现在我们最需要是，具备这个直的禅修嘛。直的禅修，直先我们要认识自己的专业的地方，直觉得到自己的专注的地方嘛，这个比较重要的。那知道了这个自己的专业的地方，你直觉到的时候啊，再来就是你要就是一直在就是要培养的时候，它会慢慢会稳定的，自然你会有时候你会直觉得到，那就是但是呢它不稳定的，还没有稳定，不坚固，一刹那会变的。那就是完了，我们要就是问了，先要以前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叫专一，什么叫善乱，对不对？什么叫慧者都不知道吧，不注意嘛，对不对？反正就是不管这些念头，就是我就是所做的是明天做什么，然后呢后天再来做什么，这个月你做什么，下个月你做什么，那明年是什么样的计划，就是用这种的想万念，是不是？那一天当中今天早上做什么，然后呢中午做什么，再来下午做什么，就是一直在我们的万念就是这样的计划嘛，对不对？那现在呢这种的计划，这次的万念啊，就是我们不用去想，不用去照做，就最重要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一刹那间的这个心啊，它就是让它不要去故意的照做，就是作业嘛，不要照做。然后呢现实当中要观察这个现实当中而已，就专注这个这现实，一刹那一刹那间，就是这样。然后呢这样的你要这样的就多次多次的平常的话，有一天你真正的感觉得到专一的这个专注的，那专注的感觉得到，直觉得到的是不止，然后呢直觉到了之后就需要培养嘛，它还没坚固，对不对？它还没坚固，它不稳定，它既然一刹那当中你已经专注，刹那当中有变化，所以呢就是你就是这个要你要一定要就是努力，要精进去专注的，就是为了稳定，就是这样。那稳定的之后呢还要这个让它要坚固一下，坚固。坚固是什么叫坚固呢？坚固就是不用什么经济，不用什么依靠经济，对不对？为了稳定，我们要依靠这个经济努力。因为经济努力了之后呢，它变成坚固。啊，什么叫坚固？
那就是不需要这个你的这个经济，它自然而然会就是一打坐就自然而然会就是那边就是以前那样的，不会酸了，不会什么什么都任何的外在的这个羞耻都不会影响到我的这个庄严。比如说真正的一个修行者，他们的外在的所听到的声音，所看到的外在的显现，他们都变成他们的助业，助业。那我们呢现在变成伪业，影响到这个，会拉到我们的心，外在的现象它非常拉到我们的心，拉到很远的地方去，一直在像一个那个劝牛的人是什么，牛在这边边勾勾木头，对，木头，然后呢绑个绳子，他那个牛牵着走嘛，对不对？牛也就跟着这样走嘛，对不对？对，那个就是像我们的外在的显现就是这样的，他一直在就是骗，显现在骗我们的心，那我们的心随着他走是没办法的了，对不对？现在呢我们不随着他走，不让他，就是现就是外在的显现都，我们就尽量的不要让他的这样子拉走我们的心，就是也一直在庄严。那修行者他们稳定的坚固的时候，这种的他没办法拉他们的心，他们外在的现象都是他的变成他的主业，那外在的所听到的声音都是变成他的主业，不是他的伪业。对，所以这个是我们还没有稳定，没有坚固，我们还要依靠，需要这个精进。好，今天就讲到这边，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大家好，希望大家都支持这个网络电视台，希望成功。我们这个需要很多人支持啊，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佛性事业，因此呢，希望大家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要支持这个网络电视台。阿弥陀佛。